其不买房，不如抢银行。可要抢银行，你得蹲班房。今天一开头，哎，给大家看一段这个视频，特别稀奇的这么一段视频。抢银行不出奇，这么着抢银行，谁都没见过。而且这视频可是绝对真实，它是这银行里头的这个设监控录像头啊拍下的全部的过程。这个时间呢，就是在2月7号大年初五破五。我们河北讲这一天的放炮啊，初五放炮叫崩穷啊，所以这哥们大概初五这天想去去穷气，到银行啊，他制造点响动，这响动可太大了。天津啊，天津某邮政储蓄所，哎呦，这段视频我准备这个完整给您看一下啊。这段影片我都命了一名叫淡定。话说这一天一大早，你瞧这哥们儿进了这个储蓄所。哎，注意，这哥们进来了。你瞧这范儿，进了储蓄所再掏出头套套脑袋上。基本上是一秒钟一下的频率。耐心，这女服务员啊，可能是拿了一电棍。女服务员在里边打电话报警，这哥们是旁若无人呐，非常有耐心，一下一下。一个胳膊有点累，俩手握着一块砸。我估计这哥们是矿工。人这劫匪不为所动，哎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行，算是有一动了，就钻进一头，身子进不去啊。头小，接着来。力度加大，频率依旧。
咱这回怎么样？哎，哎，能倒栽葱进来了，遮进来了。好家伙，这真不容易啊！好，翻墙，翻墙，费这么大开凿的功夫，这得翻多点啊！找来找去，没找着多少钱。就说是有一个抽屉里有几张百元大钞，给他翻出来了。这哪够啊？这对不起这点劳力啊！又弄出两把现金，这得，哎呀，要求也不高，这就可以走了。哪儿来的哪儿去啊？进来的时候脑袋先进来，出去的时候腿先出来，警察早来了，等着你呢。往哪儿跑？跑里头去了。警察还接着砸，警察砸这劲儿比他大。我还走不出去了。见过抢银行的，没见过这么抢银行的。当然有传说，这哥们儿最后还是被警察呀给抓住了。他怎么着想不被抓住都难呢？但是警方没有透露这个更多的情况。哎，反正啊，就是说也是说这个人呢，那有可能是精神有问题。那是啊，精神没问题的估计不能这么干。要我评论啊，这哥们儿叫砸窗哥嘛，这个太费劲了，弄点钱。好家伙，这那点钱用的是开矿的办法呀，这你又能弄着多少钱呢？几张钞票最后还给落网了，还给逮了。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啊，你还这么样的弄钱，这可忒原始了点。相比之下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位，哎，这段砸窗哥呀，正是为了给大家讲讲后边的大头人怎么弄钱呢。弄9000多万，费的劲儿啊，可比这砸窗户的小得多了。而且呢，人家人还去了海外，你还愣是一时没逮着啊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9000多万的钱又是哪里的钱？有些网友知道，现在好多新闻呢，是这帖子上先暴露出来了。这个事儿发作啊，是上个月16号，网上出现一个帖子。这个帖子啊，你就看这个标题啊，当然现在也有这标题党，可是如果这个事情是事实啊，它这个标题啊太惊人了。什么标题啊？我给大家说说。鄱阳县，大家那鄱阳湖啊，江西的，这帖子叫鄱阳县财政10万巨款转澳门豪赌，财政局长风光依旧。这家伙大量的这个转载啊，这帖子就猛爆料。爆什么料啊？说是啊，从2006年开始，就这个江西鄱阳县县财政局有个叫李华波的，还不是局长，是股长，股级干部的李华波，到澳门去豪赌。他哪能拿什么钱赌啊？输的是一个不可开交。2006年以来，说这哥们儿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多少呢？
9850万人民币啊，大元呢弄出去的都是这财政里边弄出去的钱去赌啊，而且啊，这李华波现已逃到境外，而且呀、啊，帖子捅出这件事儿的时候，这玩意儿比较关键，赌的。把钱弄哦，赌场的说是帖子，说是李华波这里边一股长，可是这个帖子里捅出来的却是他局长、财政局长的一些个内幕，这咱来神了，看看这帖子。案发后数额巨大，财政局主要领导明显犯有问题，局长那儿子是全县有名的花花公子。开着100多万的豪车在城里招摇过市，官二代的财富从何所得？全县的安置房、廉租房工程全都霸着做，从不公开招标，是谁给的权利？除了这篇帖子的爆料，还有网友人肉出了局长的儿子，称他参股了一家名为长天阁的大酒店，该酒店位于财政局办公大楼左侧的50米内。这个事儿出来可挺吓人的，你一个县财政的一个小股长能拿出9000多万将近上亿输到澳门去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所以一下子啊，这个江西这个鄱阳县呢、啊、这地方红了，就因为这个事儿吸引了多少这个人的眼球，记者当然也就去这个县呢、啊、鄱阳县去采访啊，找这个股长李华波，找不着这人，说不知道去哪了，倒是给他们找到了帖子上真正就爆料爆的他的头，县的这个财政局长欧阳长青，感觉就是这个红色娘子军里唯一的一个男性，红长青改了个姓，就是那长青啊，就是欧阳长青，是欧阳长青局长接受采访，这个记者就按照帖子里的爆料就质疑他呀，这网上就关于你儿子的这个人肉，你儿子的那个